人孤多，人孤单，秋灯熄得皎皎，就像断了翅膀的鸟，会不会惊？刚刚是阮的命，为什么飞不起来了？伊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伫遐。闭上眼睛，想到故乡里的那个山跟水，永远都在那没变。阮的心情只有讲给山来听。我的情绪啊，只能好像寄托了这个闭着眼睛跟山在讲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抽个空又回去了，到了故乡的海边。景色永远拢是无变化，景致还是一样。当初离开时，为啥？当初我离开家是为了什么？你若问阮的心肝着疼。要是你问起我来，我心里就好痛。因为什么？大家都一样，为了前程啊，为了工作，总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嘛。也许像我的小首富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夜。你要孝顺的时候，不一定要等，一定要发大财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这世界上有母亲在疼的孩子，抱得稳啊，是最好的命。唔通担心讲后辈吃有大，不要觉得一定要成功了才要来接父母来住。阿母啊，已经无伫遐，母亲已经不在了。小哭出声，当你很大声的哭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无人惜就不能懂，但为您带来这种有一点让人心里纠结、有点沧桑，但是也是提醒了大家，奋斗了半天，其实是为了什么啊？要把握当下。来，为您带来这首《落花香》，谢谢。心。